1895年日俄战争当中，韩人不用威武来对抗日本，展现出忠义精神。不过，头摆台湾有关日俄战争留下来的事迹就唔多。夏威夷同地方文史工作者同学者合作出版的《1895苗栗部队战役》的亚本新书，里头用苗栗天气、江北山同羊头洞一两场战役做主题，希望就用义勇军和无人敌的故事来雕出完整的历史地图。由联合派口教授林本贤、本次工作者王定昌、姚启珍同各地联合派口编辑团队，用民三年出版的《1895苗栗部队战役全书》，重点描写江北山、羊头洞两场战役，共的是将士参加的义勇军不畏乡土、牺牲奉献的过程。韩国做田野调查家下，团队每访问的一度义勇军的后退子孙，只等用韩卡完整的方式来讲出历史真相。日本学天是系将安尼唔滴个要参与哈抗日的那个义军的故事，唔同唔单像吴唐新学者和其他人，叫我代表的人，怎啊就该来调查啊报道出来。夏威夷驻美杨崇正指出，日俄战争系台湾历史头一摆无本提起几百年强化来保卫乡土的故事。民族的贡献，台湾人也给观念头一摆出现在历史上。其中汉人牺牲的比例动态，不过是董少友文史资料记录，希望大帮长期的研究调查，为汉卡同仁来了解日台历史。你希望讲对日俄战争的研究啊？做的哈，对啊，那个历史的发展，对于安尼他个关心台湾的所有朋友，更加进一步的贡献。出台新书发表，现场没有抢口罩来做书品售卖，还期盼世界行头发通，有作者带着民众去江北山古战场看下。我用韩卡岛的方式，带着民众来认识一道土地的故事。下个节目用完了，苗栗报道。